今天这一课是转印，那么我们这个拍这个视频所使用的这些产品都是由国际著名纹身科技公司虫洞公司所提供，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转印是什么？转印就是把这个顾客所要的这个纹身图案用不同的方法转移到人身上去啊。当然转印有很多方式，你可以根据你这个图形，根据顾客的身体部位，根据你所要纹的图案，根据你的操作习惯来选择不同的转印方式。那么呢，在这里呢，我先把一些转印的所使用的一些工具和不同的方式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并且加一个示范，大家以后在这个学习中，在练习中，在顾客跟顾客做图中，在这些选择不同图案和部位中来选择不同的转印方式啊。好，首先一点就是复印机转印啊，复印机转印，复印机一般使用是 A3 和 A4 的纸，它这个纸是比较有一定的厚度啊，有一定的厚度。那么如果用复印机打出来的图必须是有碳粉的复印机，那么激光的不行，喷墨的不行，真实的不行，必须是这个碳粉碳骨的，打出来就会成这种黑色的这种线条啊，黑色的线条。那么呢，我们再配上我们所使用这种转印油啊，转印油是什么？转印油它是一种化学品所这个调和出来的，可以使用这个天那水稀料，然后加正红花油两瓶就可以了，500cc 的天那水加两瓶正红花油就可以使用。但是它由于是化学品，它对皮肤会有一定的刺激，但它挥发的特别快啊，挥发特别快。它的优点在哪里呢？它在转印的时候可以把你所打出来的图很标准的转印在身上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有的转印方式是必须要用手绘的，在手绘的过程中会改变很多图形，会产生误差啊，所以这种方式很适合这种比较标准的图形，比如说图腾啊、几何啊，也就是说不需要手再进行绘制的啊标准图形啊，比较小的图案。但它呢，在图打出来之后，它印在身上的时候它是一个反的，所以说顾客在挑这个图的时候，当他挑这个图是正的时候，那么你打印出来的时候就应该是一个反面的图，然后转移到身上才是一个正的啊，是一个正的啊。至于后面我们会对这种转移的方式进行示范的啊。所以说复印机所打出来的图，碳粉的复印机所打出来的图就配合这种转印油使用是比较方便的，这是一种啊。第二种呢是手绘的转印纸啊，这种转印纸，这种转印纸它是一个单页啊，它可以多次使用，因为有的转印它使用一次就不能使用了，就已经废掉了，它是可以反复使用，它比较适合手绘啊。比方说啊，这一个图你不用这个转印油的方式，你用这个转印纸的方式啊，因为转印纸描出来之后是要配合这个转印皂或者是转印液来使用啊，要配这两样使用，其中一样就可以了啊。好，那么呢我们这个图呢可以压在这个图上面去，然后用笔在上面进行手绘啊，我随便画几笔啊，随便画了几笔之后，我们来看这个纸，这里看见没有，它这有些蓝色的线条啊，蓝色的线条啊，蓝色的线条之后，我们再选择啊转印皂也可以啊，不同的转印皂，那么不同的转印液体啊都可以啊，都可以转印上去。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转印的这个用具呢？它有哪些特点呢？啊，转印皂它在转印的时候啊，转印的时候它会有些问题啊，转印皂转上去之后呢，因为它是皂类，皂类在人身上它挥发性比较差一点啊，所以会产生一些模糊，在操作的时候你不小心碰上去的时候它会模糊啊，所以说我们在练习皮上使用的是非常适合这个转印皂啊，在练习皮上非常适合
我们在人上操作的比较适合这种转移液体，转移液它挥发的比较快，这个转上的涂它凝固效果比较好，保持效果是比较久，比较久，好，所以这个纸呢就是多次使用的。那么这种纸还有一种就是四联的纸这个纸那么它有一张有两张，有三张有四张这个纸呢也可以进行描绘，也就是说我们把中间这个隔的一层呢把它取下来之后看到没有，这一层我们可以在上面进行描绘，你因为它这层比较薄，它比这个 A4 的纸要薄，它在身上转印的时候，特别对这些有弧度的地方印上去的时候，它那个纸它有收缩性，有收缩性那么呢就不容易产生变形。当然有比这个纸更薄的纸，比如说这种拷贝纸，吸水性比较强吸水比较强，而且很薄，很适合在转印这些高弧度和低弧度有转折的地方，它不会产生太多的变形不会产生太多变形。那么呢这样呢我们也可以把有些图压在上面，压在上面呢我们进行描绘看一看，描绘之后这个纸上后面是没有，但是这个纸我们打开看一下看一下看没有，那这个地方就有线条了就有线条了，然后用这个地方进行转印。那么这个纸呢它画完之后这个地方它这个蓝色就脱掉了所以这种纸适合一次性转印出来一次性转出来。好，这个纸呢就适合手绘。然后我们在使用这个转印机的时候，转印机是必须使用这种四联的纸一会我要跟大家做示范的用这种纸。好，然后呢还有一种纸就是这种很薄这种纸。这种纸是怎么做什么用的，这种纸是用于这个喷墨打印机使用的。喷墨里面要上一个蓝色的液体打印液进去，然后呢我们在电脑里面挑好了图特别是像人物比较细节比较麻烦的，或者说这个纹身师不想去用手绘勾线图的情况下，然后这个方剂用这个打出来用这个打出来。那么这也是纸张所以这是几种这个用纸的转印方式。那么呢我们还有手绘的方式，手绘的方式呢第一个呢我们会用这种纹身笔，因为这个画上去之后它非常难擦掉非常难擦掉，我们尽量用彩色的，蓝色、红色、绿色，但是不要用黑色，因为我们图案转印到身上去的时候它本来就是线条是黑色，那么我们在纹的时候用黑色纹的时候，就不知道这个线到底是纹了还是没有纹，会产生误判会产生误判，会最后擦掉之后发现有的线没有纹上去，如果你在补的时候，它可能这个整体的这个组合和流畅度可能就差一点点了因为有的纹身师在做图的时候非常喜欢顺着做顺着线条，顺着图案的方式顺着做，如果突然断掉了，你中间补上去的时候，可能这个线的它的颜色色差和流畅度和以前的图它结合不上去所以说不要使用黑色的笔一定要使用彩色的笔那么这个笔呢就是说我们在给人转印完纹身之后，比如说我们印上一个图，印完之后呢发现有的地方没印好没印上去，我们可以用这个笔把它进行修补一下，或者有的图呢需要改，或者有的图需要添加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笔进行添加修改这样呢就会跟源头会对得很清楚，哪些是你要修改的地方或者需要提示的地方这种笔呢中间是笔芯这种笔芯可以随时换的笔芯可以换的笔芯可以换的笔芯。好，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手绘方式手绘方式，也就是说有的纹身师他有一定的美术功力，他想进行手绘，在设计上手绘一种图，设计一种图出来，那么设计出来之后呢，你会发现他设计图呢有很多颜色，你就很郁闷，为什么他设计要这么多颜色，我到底做哪个颜色
啊，这个是其实是这个跟那个美术的方法是挂钩的，因为在人上开始设计图的时候呢，他先要勾勒一个大体的一个框架，大体一个形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会选择一个最浅的颜色去勾，勾一个大体的形出来。好，当大体的形勾好之后，他再选择一个比这个颜色稍微重一点的啊，比方说这个蓝色比它重一点的，再进行细部啊细部设计。啊，把大体的细节进行组合，细节组合完了之后呢，它还要进行第二步细节处理，一些精细的部位再进行设计。啊，设计完之后，它最后用比较重的颜色，蓝色或者红色来最后定稿，把它设计出来。那么最后定的颜色就是它要纹身机所纹的颜色。啊，所以它要用很多颜色笔，啊，很多颜色笔。那么有的人他习惯于这个。中国画的时候，他在设计的时候，因为有的图形它，比如说书法字体，这个国画效果，这个泼墨效果，啊，大体的那个人物白描，他不习惯用硬笔设计，他有时候会选择用毛笔进行设计，啊，用毛笔设计出来这种毛笔出来的这种感觉，啊，出来这种流畅度啊，破笔啊，晕色啊。包括色层的叠加呢，它出来的效果可能就它要表现的效果，但是你用硬笔表现的时候，可能达不到这种效果，啊，达不到效果。那么我所说的这些方式呢，完全取决于一个纹身师的操作习惯，啊，二个取决于图案大小，三取决于图案的形状，啊，比如有的图很简洁，它就直接用转印油了；有的图比较复杂，哎，它用这个转印纸。啊，有的图呢，它非常精细，它就直接把图打，它不做勾选图。而有的图需要这个后期修补，有的图需要手绘，那么完全取决于纹身师，还取决于纹身师本身的美术功底。有的人擅长什么美术，他所使用的工具，在设计创意的时候，他会使用类似的工具。啊，好，还有一种就是硫酸纸，啊，硫酸纸。硫酸纸是一种透明的绘图纸啊，我们在复印店都有卖的。硫酸纸起什么作用呢？硫酸纸起描图做板的作用和拼图，也就是说，我们对所有的图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流行做这个图，那么呢，会有经常很多顾客来做这个图，那怎么办？来了每个顾客，我是不是打印出来再去做啊？这非常浪费时间啊，浪费时间可能就会造成顾客的流失。怎么办？我们就会提前用硫酸纸啊，在拷贝台上去做一个模板出来。那么那个模板做出来之后，我们还会根据这个图形可以添加，也就是拼接其他的风格。也就是说，如果说这是一条鱼，那么这个鱼下面是一个牡丹，那我们可以用这个鱼拼接出啊，这里有荷花，这里有太阳，这里有山石，这里还有浪花等等。可以拼接出很多很多图形出来，这样呢，顾客在挑选的余地就比较多一些，啊，挑选余地比较多一些，啊，那么以上呢，我对这些用具跟大家做一个介绍，下面呢，我对这些用具的使用方法，啊，包括这个描图手绘啊，跟大家做一个示范。现在跟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复印机，这个它打出来之后。我们这个操作一些细节啊，首先你在电脑上挑好图之后呢，你可以通过电脑直接打复印出来，打复印出来，复印出来，你可以在电脑里面已经调整好了大小，那么也可以打印出来之后，通过这个再进行调整大小。好，现在这个图打出来，我们如果说觉得大了，我们来进行调整，那么呢，我们把这个图放进来，放在里面，然后通过这个打印机。我们现在把它调成到，百分之，啊，我现在调到50%，50%把它打印出来。好，打印出来之后呢，这个图啊，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对比一下，它这个差距就很大，它缩小了一倍。这个呢，然后你可以在顾客的身上进行对比，看看这个尺寸大小怎么样，
如果尺寸大小还不对，然后继续来进行调整，直到调整顾客满意为止。那这是缩小的方式啊，缩小的方式。如果要放大呢，如果说我们这个图它要做一个满背，满背呢，我们呢就会跟这个图把这个图放进去之后，按比例进行放大。我们现在放进去了，然后我们来调整尺寸，开始加，原100%是正常尺寸，我们现在把它加到150%啊，加到150%。好，现在加到150%了，我们复印看一看，啊，复印看一看。好，当放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图啊，它就会只会复印到这个图案的其中一部分，只会复印到一部分，其他地方出不来。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把这个图先做第一次复印，复印的时候它会，这个复印机就会复印到这边一边，这边复印不上。然后第二次做这个复印，它会复印这一块。然后第三次、第四次，转动四个方向啊，转动四个方向。做完之后呢，它所复来图啊就会成这个样子，啊，成这个样子，啊，做完之后呢，然后我们再进行拼图，把图拼出来。好，我现在拼图给大家看一看啊。刚才我们这个复印机把这个图给放大了，它要做一个满背的图，就把它放大，放大到150啊，150，然后呢就会出现这种状况啊，出现这种状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图要进行拼接啊，拼接就要对照这个原图进行拼接啊，从每部分上面的牡丹，我们大体的就把这个图啊就拼出来了。拼出来之后，然后把这些白边给剪掉，剪掉之后啊，把白边全把它给剪掉，剪掉，剪掉之后呢，我们用这个透明胶布把这四周给连接起来，连接起来把它下面多余给剪掉，剪掉之后呢，我们最后出来的效果是这个样子啊。出来效果是这个样子啊，然后这个样子之后，我们在下面放上我们先说的这个拷贝纸啊，非常薄的纸啊，这种拷贝纸非常吸水，这种纸啊非常薄啊，非常柔，拷贝纸。然后呢，把它放在这个拼好图的下面，然后在下面放上这个多次可以使用这种转印纸放在上面，然后我们的底下啊，底板要硬啊，一定要硬，不然软的话它描的线描不出来。然后我们用硬笔，最好是圆珠笔，然后把这个图全部再描一遍啊。描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习惯来进行做提示啊，粗细和更改都可以啊，进描。描完之后呢，图呢就会成啊，反过来，那么这个勾线图就做好了，下一步就是转印啊。跟大家演示一下转印机的示范方式啊。转印机接上电源之后，把这边一个开关给打开啊，打开它这些灯就会亮，然后用手把这两边轻轻的掰开啊，掰开，然后我们选择一个要转印的图案，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转印这张图案，转这张图，那么呢，我们选择一个4连的转印纸，把中间这个给抽掉啊，抽掉。抽掉之后呢，把这个黄色一面朝下，啊，朝下，从这个缝这边塞进来，啊，塞进来。塞进来的后面这个下面那个蓝色纸要拉平，啊，拉平。拉平之后，把这个纸啊给卡进去，
卡进去，卡进之后把这个要转的图啊反插到这个缝里面去，插之后呢，然后按蓝色的键，手把这个转印纸轻轻的提住啊，轻轻的提住，不要用太大的力，好，这样呢我们就这个纸我们就把这个图给转出来了，然后我们打开看一下，对比一下，然后根据顾客要纹的图把它四周给剪出来，比方说顾客要纹这个图把它剪出来，然后进行转印。这个机械呢随时喷墨的转印啊，它转印时候用的纸稍微比较特殊，比较薄，一面是这个光面，一面比较糙面啊。那么我们把比较糙的面我们放下面去，放完之后在电脑上挑好了图，挑好了图之后呢，然后直接进行打印出来，打印出来效果呢会是这个样子，成一个蓝色的。那么因为有的图它这个图形比较细，那个造型地方比较复杂，如果说用手绘的时候呢会走形，图形会变形，然后呢它也不方便做勾线稿，所以像这种图呢就可以直接通那个方式打印出来，然后进行转印就可以了。这个是拷贝台，拷贝台它是个玻璃板，下面有灯，我们先把这个打开，它会变得很亮啊，然后我们可以对比看一下，如果说我们要把这个图做成勾线稿，然后上面再放上这个硫酸纸的时候呢，硫酸纸可以看到这个图，如果我们把灯开开之后效果看一看啊，它的线量会变得非常清楚，这样我们在描的时候就不会忽视掉细节，就不会把有些图给弄掉了，这样的图也不会变形啊，所以说呢我们有时候会用硫酸纸去做一个模板，把模板做出来，做完之后我们这个图啊，这个图纸就会一直保留，如果说有顾客要纹这个图，不管是正面或者反面的时候，都可以先通过复印机的方式把它复出来，放大缩小啊，然后呢可以批量进行去操作，因为有时候在做图的一来好几个顾客，他同时要做一个图，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模板拿出来了，根据顾客的大小和正反进行很快速的复印，并且很快就可以进行操作。那么硫酸纸还有一个呢，可以拼图，打个比方说我们在做这个鱼的时候，我们把鱼头描下来了，描完之后呢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有点空啊，稍微有点空，我们可以找另外一个图，比方说我想这个地方放一个荷花啊，想放一个荷花呢通过不同角度去调整，看喜欢哪个方式，然后呢我们把荷花画上去，这样呢我们这个图就组成了一个鱼在荷花上面。那么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在网络上找大量的图，用这个方式进行拼接组合啊，这样你可以创造很多风格出来，因为呢每个顾客对图可能有自己的要求，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在做这条鱼的时候，你这个鱼通过这种拼图的方式可以拼20幅、40幅、50幅、80�幅都可以，甚至拼100幅，那么有100个图可以提供给顾客选择，那么呢当顾客来要纹图的时候，这样你操作就更快更便捷啊，就不会浪费大量的时间。那么这是一个拷贝台和描图拼图的方式。